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桃子。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，首先把两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边对折，展开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角对折。捏住两端，把它挤压到一起，这样摆放。把两侧的角折向中间的折痕，下面这个边折向中间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翻到背面，这一面也一样，两个角往里折，下面两侧往里折，把这个角往外折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背面也一样，翻到背面，这两个角分别往外折，最后从下面把它撑开，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桃子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